Hello，大家好，打给后我又回来了。其实这个 LVP3 的第三包已经挺早就来了，只不过是我一直没有时间了。虽然是啦，在 CB period 待在家不可能没有时间了，可是我确实是没东西走不开，在弄一些关于 Yugioh 的一些游戏王的一些项目嘛。OK，所以二话就不多说，我就马上开这第三包了。OK，我们照常理来算啊，算有几包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包。OK，我把 tripod 调高一点，我们就直接先开了，废话就不多说了。没有。其实我 before 开这个 jacket 的时候，right，我在想要不要直接原价卖出去，因为我其实对这一个 pack 没有什么感觉。哎，而且我其实也已经有 anaconda 了，你看上一次的那个 packet 已经有了，所以，哎呀，来，我们先看。OK，又是这只鸟。哇，我一直拿到 ultra rare 的森林，所以。我希望如果单独卖掉，它可以拿到一点点的价钱回来了。我就想，哦，OK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提到就是为什么我结果卖没有卖，是因为我买 LVP3 的原因很，其实并不是完全要 Anaconda 这张卡啦。我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弄这个 video 给大家 share 一下，不然不同意，我就想跟人家 share 这个东西哦。Meanwhile，你们发现的话，right，我的 video 其实从20多分钟我已经改成5分钟了，因为我 just cut 了，因为我虽然我知道 cut 了就不会有那种马上开然后跟人家 share 的那个效果，可是哎呀，相信我啦，有很多人其实看到一半，可能甚至还没有到5分钟就已经醒了，所以我就 cut 咯，short and sweet 啦。我们已经开一半了。我们这从后面开哦，哈哈，没有错的话，哎，四包，不要灰心，感觉其实我现在超灰的，因为现在讲话的那个劲儿都没有像以前讲。我也知道了，要中一个 secret rare 真的是很难，而且还要中 breeder plant anaconda 的话，真的是，哎，这是什么？ultra rare，OK，新的，哦，rosemary，我其实开这个 LVP3 我叹气都不能当前词，可是，哎呀，也好了，开来跟人家 share 一下也不错。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了，之后就不会再开 Anaconda 哦，没有了，我看到这边就懂了。OK，好的，我会下次再接再厉了，我会 try to 弄多一点 Yugioh 的东西。你们记得 follow、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，好的坏的我都接受。OK，我其实刚过生日，然后有人就送我一包 Premium Gold Edition，我会找时间再开，好不好？因为最近真的事业繁忙啊。哦，然后还有我 order 了一个 20th anniversary set，有兴趣啊，都看我开的话，just follow 我啦。我会想要希望看到里面是 Dark Magician instead of Gaia 的 First Night 啊。因为我上一次已经拿到 Gaia First Night，那我给你们看一看。这个 OK 啦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我接下来的 video like what I said 啦，我会 talk about，我会开20th anniversary set，然后还有那个rare rarity collection premium gold edition，哇，如果中那种 hand trap 啦，monster trap 啦，gold edition 的，哇，那个值得 excited 啦。OK，还有就是我最近也是有小忙一些 handicraft 的东西 about Yugioh 的，我会慢慢再跟你们说，OK，因为现在我做到一半了，然后我有点闲，我不知道要不要 continue，因为有点难做。是 about 一个 figurine 的
OK， 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慢慢分享。OK， 好的，谢谢大家。